非常之感動，同埋最近就好火紅嘅一首歌《兄弟想你了》。咁啊，應該我哋咧個歌壇咧需要啲咁嘅新血嚟到一代傳一代，薪火相傳嘅嚇。咁啊，希望能夠呢一代嘅新秀同埋新血咧更加努力進步，使到我歌壇咧可以發光發亮。多謝大家，嚟大家接財神咯！